好，这个我们接上个视频啊，这是放平的第五步了啊，然后贴干胶啊，准备一张 OC 干胶啊，然后把上面的灰尘擦得干干净净的啊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胶贴在屏幕上啊，轻轻的滚上去啊。好，我们把多余的木刀划掉啊。多余的这根扔掉啊。把干胶贴好以后，我们先削一边泡啊，看吧，屏幕上一点泡都没有。然后接下来准备手工定位，定位是换屏的第六步了啊，第五步贴胶，第六步定位啊。然后我们先把这个保护膜拿掉啊，看一下屏幕干不干净，干净了再把屏幕放上啊。我们看一下原装品它的弧度啊，它这个有弧度的，非常的摸上去手感是非常的哇塞的。很多外屏啊，它出厂的时候不是那么干净啊，我们拿到手还是最好再擦一遍啊，注意到这些细节，屏幕才修得非常完美。这个已经擦干净了，擦干净了，我们把这个屏幕的胶拿掉了，快速的放上去啊。用的手工定位啊，翻过来看一下，没有露出来啊。然后后面看准位置，不要定斜了，定斜了就不好哈。定好定位好了啊，然后啊这个。第六步这个定位好啊，我们第七步准备贴合啊，摆在贴合机里面。好，我们把屏幕摆上去，然后放到贴合机里面，把门锁起啊，打开，正在抽真空啊。还是那句话，换屏没有这些设备还真搞不了啊，请个人不要自己去尝试啊。最近很多粉丝都在联系我说他自己换屏把内屏搞坏了，哎，我说这就是自己换屏的后果吧，那只能出钱高价换总成了啊。再贴好了啊，贴合完毕，屏幕拿出来啊。拿出来我们看看啊，有轻微的小泡泡了啊，这个只要摆下出泡机里面除一下泡就 OK 了啊。好，除个这里一分钟，除个三分钟，我们拿出来啊，看效果。啊，在除泡的过程中，我们顺便把这个边框清理一下啊，然后等它除完泡，拿出来也可以安装了啊。把边上的残胶弄干净，因为残胶不弄干净的，很多人我碰到有些换屏的啊，这残胶都不弄掉啊，不弄掉它就贴合不好，贴合不严。导致容易翘屏。啊，这个框我们已经整干净了啊，然后我们把屏幕拿出来。啊，已经五分钟过去了啊。啊，我们看的非常的完美，没有一点小泡泡。啊，在灯光下看一下啊，擦一下。好，现在再来看一下啊，整个屏幕的这个有点反光，看不清。屏幕的效果非常的亮，然后手感是非常的好，跟原装新买的那种一样。看一下，
啊，接下来我们准备第八步了啊，然后准备装机。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啊，这个整个屏幕的效果，这还有点看得清啊，像镜子一样子会反光，特别的完美啊。然后我们先测试一下啊，再给你们装机，这一步可以测试一下啊。我们开机测试一下，啊，手机已经亮了啊，亮了，非常的亮，完美。等待进入系统啊，我们解锁看一下啊，060925，啊，触摸没问题啊，显示也没问题。我们拉个图标随便滑一下，看一下触摸 ，OK， 非常的亮。啊，背光也是非常的 OK， 没有什么亮点啊啥的啊，非常的完美。那接下来就大胆的装机吧。我里面还有一个。好，我们拿出我们的手机专用胶来啊。均匀的打在这个边框上啊，不要太多，太多了会弄到背光里面。好，打好以后，我们先不要急着安装，给它干个半分钟。好，接下来准备安装啊。安装之前我们看一下啊，下面有没有碎玻璃啊什么的，有些什么渣子啊，一定要把它搞干净啊，再擦一下，擦得干干净净的装上去啊，不要邋里邋遢的装进去，看着就不雅观不美观，虽然看不见，但是还是要做到细节，还是轻轻的放上去啊。好，我们放上去啊，感觉整个手机马上就要成型了，准备把这个排线刻好，电池放上去啊，电池刻好，压一下啊，然后再把这个罩子放上去啊，因为摄像头我们采用的是无接触过啊，就不用擦了，也擦有些也擦也花，轻轻的拿掉啊，然后镜片我们摆的时候是无尘的啊，也不用擦了，直接装上。螺丝上紧啊，好，螺丝已全部上好了啊，然后不漏上客户的任何一颗螺丝啊。上好以后，我们还是把这个标签把它拿下来啊，放到螺丝上啊，防拆标，这就是细节，放上去啊，这手机还没拆够。然后我们再打点胶在这边上，打不出来啊，
好，这胶打好以后啊，我们再最后擦一遍，把里面留下的指纹、手指印也把它擦一下啊。然后我们把后盖扣好，扣上。对好位置啊，然后把它扣严，好，扣好以后我们用这个高温胶带把它捆严啊，把它压严实一点啊，不许我了。手机已经全部捆好了啊，然后我们再把边上的残胶擦一遍。擦好以后我们开机，完美，开机，完美亮屏。好，手机已经开机了啊，我们测试一下060925。周款十元。好，我们测一下触摸，拿个图标随便划啊。在我这里换屏触摸是一点不影响使用的。再看一下背光，非常的亮，就像没换过样的。我们再看一下边上贴合的怎么样，非常严啊，非常，基本上是没人看得出来这是屏是换，外屏是换过的，因为屏幕也是严装的，然后边上也是粘得非常严，严装屏才有这个效果，那种普通那种外屏它没有这个效果，因为它这个边上弧度，它有弧度，普通那种弧度很小，基本上看不出来。好，就拍到这里啊，整个换屏的换外屏的视频就这样完成了，感谢观看啊。需要修手机的可以直接加我联系方式啊，双击666。